这边上面我们留一道亮的哦。我现在在画这面墙壁哈，那我们在画这面墙壁的时候，这个绿色的地方我们就留下来当成是那个爬藤类，就是那个树叶。哦，它上面有一些斑驳哈，我们稍微用笔稍微擦一下哈。我们先把亮的地方哈画一层上来哈。
那干得比较快了，所以我们一区一区画哈，先把这区先做出来，然后再做到这区来。就是那个鸡肉，这个我们先给他们把饭给。